白敲云碎，竹窗风雪寒，落子知心路，故人爱手弹。芮乃为九段，平时话不多，下棋之前更是一言不发，心无旁骛。浙江天台山马上要举办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芮乃伟年过五十，面对小自己30岁的棋手，仍然不肯服输。棋盘外，芮乃伟不苟言笑，棋盘上他极为健谈，话都在棋里，谈风也都在棋里。看他的棋谱，如同听他的谈吐，和他下一盘棋能听到他心里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围棋被称作手谈。比赛间歇，芮乃伟喜欢旅游，到处走到处看，像一个年轻的背包游客。看他拍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眼睛里不只有黑白，读他写的游记，你会发现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想和人分享。棋盘上一黑一白，棋盘下一山一水，都看不够，写不尽，说不完，听不厌。来天台山参赛的日本棋手藤泽理菜一直想和芮乃伟下一盘棋。本当に小さい頃からもちろん名前を知っていて、本当に男性の戦でも優勝されてるってことで、棋譜並べたりして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プロになってからお会いする機会も増えて、すごく尊敬できる先生です。这是一场团体赛，每队三人，芮乃伟是中方主将，和藤泽理菜在正式比赛中没有相遇。早く8時まで1時間どうですかみたいな、嫌じゃなかった。理菜的爷爷是日本围棋元老藤泽秀行，当年曾经给芮乃伟不少帮助，理菜对芮乃伟仰慕已久，可惜两个人从未交手。两人约好第二天出发离店前下一盘。第二天一早，两人如约而至。17岁的理菜是藤泽家族中最有希望的棋手，芮乃伟在现役职业女棋手中年龄最大，而且宝刀不老，常有不俗的战绩。一盘棋，一老一少，一言不发，也是一次深谈。战斗正酣，也是谈性正浓的时候，很多话没有谈透，风吹云过，已经到了告别的时候。理菜匆匆赶回日本，芮乃伟应朋友之邀来到这里小住几天。除了旅游，芮乃伟最大的爱好是书法，棋盘落子，纸上运笔，都是布局谋篇，用一黑一白讲述心里的话，听懂了便是知音，可以同闯天涯。芮乃伟的丈夫江祝久也喜爱书法，夫妻二人经过天南地北一番磨砺，黑白世界始终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在他们眼里，下棋是一件庄重的事，夫妻手谈一局也像正式比赛一样，行礼猜先，用最好的棋子棋盘。第一个子下到对方一侧，已是对对方的尊重。江祝九和芮乃伟都是九段，被人们称作十八段夫妻，这在当今还没有第二例。相对而坐，手谈一局，是一席夜话。所谓胜负结果，只是一番交谈之后的那个句号。山西临汾姚庙，纪念文明始祖姚的地方，相传是姚发明了围棋。今天这里举办中韩元老双人赛，夫妻二人是比赛搭档。因为我们两队韩国选手，两队中国选手，分别来抽。对，小花你对对。OK。好，红的这边，黑的那边。与他们对弈的是韩国元老曹勋炫和年轻棋手全孝珍。第二个，我们是用时，每方一小时十五分，正两条，大家吃住。其他的，万一碰到一定什么规则，我们现场会解决。比赛开始之前，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的默契。现在开始。双人赛是人们发明的新的手谈方式，两位棋手一人一步轮流出招，有些像球场上的混双比赛。两个人没有语言交流，凭借职业素质和配合的默契，让战术连贯，前后呼应。如果搭档对棋的理解不同，很容易前言不搭后语。从这瓶风油精就能看出，夫妻二人的默契不光在棋盘上。我今天跟着这个，跟着我。曹老师下错了，孝珍下传回去了，他接了接。但是孝珍最后打了一个将还是什么，他把两人获胜。一路上聊的还是棋，他们平时的生活也离不开围棋。夫妻二人在上海办的围棋教室里，芮乃伟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刚下的一盘棋。把棋子收掉，把桌子上的棋谱还回来。混双赛，芮乃伟、于斌下的棋。下面我们就欢迎芮老师给大家讲解。在棋盘上，让自己的同伴了解到你想干什么，对吧？他是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就完蛋了。那还有一个能说话吗？不能。能表情吗？不能。能说不好吗？不行吧，什么表情都没有，但是你的棋要让对方了解。我就觉得围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在他在那种感觉。棋谱完了复印之后，芮乃伟这样的境界孩子们现在还不懂。在围棋的黑白语言世界里，他们还在咿呀学语。这些聪明的孩子会讲家乡话、普通话，会讲英语，会写书法，围棋将是他们终身受益的另一种语言。有人说围棋像甲骨文一样古老，那么围棋发展到今天也像汉字一样，经历了历朝历代各种写法、各种变身。
这里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距离县城100公里的冬季牧场。尼甲和他的妻子住在这里，他们的家并不富裕，但是尼甲会下一种棋，藏棋，在当地是一位小高手。这种棋和围棋有几分神似，也有人说在藏棋身上可以看到围棋在起源年代的原始面貌。县城的茶馆里有尼甲的藏棋棋友，客人云集的时候，主人会拿出一把香草，在独特的味道中和棋友下上一盘，尼甲格外开心。他是尼甲的哥哥，这家茶馆的主人。尼甲的藏棋就是和哥哥学的。下累了，茶馆里有面片汤、羊肉汤。在闭塞的小城，在漫长的冬日，一盘棋，一群朋友，让你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寒冷。藏棋的棋盘棋子和围棋相似，但是下法不同，光是在当地就有30多种下法，下的最多的叫揪。自己下棋是消磨时间，和别人比赛下棋需要计算时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比赛是否限制双方用时，是否使用其中。哥哥棋下得好，当地公认的高手，但是他下棋慢。住在县城的哥哥，在高原游牧的弟弟都反对使用棋钟。投票结果20-25，反对使用棋钟的人占多数。时间在这里是慢的，也许正是因为慢，古老的游戏才保留到今天。这里找不到两块一模一样的棋盘，没有年龄组，不分段位，谁先下谁后下，靠掷骰子决定。弟弟获得的奖状被他带回牧场的家，贴在泥墙上。棋分黑白，季节有冬夏，天气转暖，弟弟尼甲带上棋盘，赶着牦牛赶往夏季牧场，棋会陪着他度过长夜。从四川阿坝到湖北鄂州，隔了万水千山，隔了上百种方言，围棋却是人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即使在如此特殊的一个地方，围棋的声音也能被他们听到。小时候的一次意外，
让苏晓丧失了听力。她15岁才插班来到鄂州聋哑学校，学会了用手语表达数学公式，表达心里的想法。一心还是按照刚才的幺零吗？手心要照。苏晓和其他听障同学还想学会另一种语言。赵初手语教科书里没有围棋专业术语，老师和同学可以约定一个手势表达，手筋这样的词。飞起心，所以怎么样？这里的白棋。苏晓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在这个围棋兴趣班里她下得最好。从2年级到9年级都有听障同学学下棋，围棋让他们学会了另一种手弹的方式。棋兴趣班源自当地围棋爱好者的无私帮助，他让听障孩子和其他少年找到了沟通的方法。离苏晓所在的学校不远，这所小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喜欢在课余的时间下棋。今天是一场双人赛，吴亦凡是班长、大队长，围棋业余4段。这所小学计划举办一届围棋节，校长发动同学们自己操办活动，让更多的人喜欢围棋。就说在围棋这一块，我们同样有一所学校，但是呢，它跟我们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学校。他们有一批孩子学围棋，但是学围棋的这些孩子大多是聋哑孩子，想不想体会他们小时候学的围棋？想。在学校家长呵护下长大的孩子，的确需要了解其他同龄人的世界。上不来了。那你现在，我觉得既然校长把这个事情交给你，那你就是是你负责吧，对不对？嗯。那你要好好的，自己要有好好的构思，你准备怎么样去搞它？吴亦凡在家里写着和听障同学下棋交流的计划。在聋哑学校，同学们每天晚自习和熄灯之间有1.5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洗漱完毕，苏晓会和同学在宿舍里下一盘。这个寂静无声的夜晚多了一丝生气。让大家来是要商讨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要跟聋哑学校对抗赛，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计划了一个计划，让大家商讨这几件事。如果今天去的话，明天是如果他们万一政府有什么变故的话，参加有没有兴趣？有兴趣是吧？吴亦凡 ，OK。8块钱，拿好啊！啊，谢谢。吴亦凡的作文在比赛中获奖，还得了90块钱奖金。他把钱取出来买了围棋教材，作为送给听障同学的礼物。苏晓不但会做纸花，还会做电子器件，会做音箱，
这样就可以用手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听到别人的回应。孩子在命运的劣势下并没有封闭自己，用他们的手工，用他们的手弹，让别人听懂他们的话。细微的话语声会传到人们的心里。手弹可以悄声细语，润物无声，手弹也可以谈笑风生，高朋满座。比如今天的这场对击赛，今天呢是本次大赛的仲裁委员会的主任花老中国围棋协会，媒体精英联队的总教头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先生。我想这种赛制最大的特点是趣味性，请把六根红丝带拿过来给我们的教练团队佩戴。这个比赛就是有很大的悬念，不完全由围棋的水平来决定，单体的思维博弈向极致的思维博弈的转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具备这些特质呢，使对击赛呢具备了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潜质。对击赛相当于团体赛，每队先派两人出场打头阵，后面的队友在幕后随时替补。那对击赛通过团队项目，通过换人战术，以及于将来我们要做的计算机辅助观赛系统和演说团队，能够把人类的智慧性的思维轨迹全方位的呈现给观众。每人是吧，如何换人由两队教练决定，刚上场的队员可以带去教练的指挥意图。在这个上场的过程中，有一个教练团队，通过教练团队对棋局的研究，能够把事实的妙手，包括对现实时间的判断，以及局部的各种的非常精妙的东西把它总结出来，因为他是在研究。这步是好时机，好的，他没这么下啊，他没这么下，没下下，我没下。本队可以请世界冠军、棋界元老当坐镇指挥。错错不到哪去。要，这时候可以换人。工作量下来。高参们在幕后讨论指点，上场队员见机行事，当机立断。这场比赛，有人热心张罗，有人乐见其成，有人踊跃参加，有人静观其变。两次打定都不行，换人，里面有人还可以换，换人不现实。再换就把四个教练换，一边出俩世界冠军。棋下到最后，双方教练、世界冠军压轴收官。那个白棋打白棋打。这黑的已经走，那人家早就打结说打过了。裁判讲，
这样的手谈是一场巨谈，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聊得痛快，胜负是小事。白方获胜。前面是错进错出，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很接近，这个叫大杀小输赢。我觉得这个确实围棋是个智力运动，对人的对促进友谊、增进了解和这个增进脑力健康都有好处。个高可以下围棋。手谈还有另一种谈法，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小镇里的风物，谈老屋子里的传说。湖南洪江，自古商贾云集的地方，过来过往的客人在酒楼茶肆推杯换盏，手谈一局，也谈定了一船货物的价钱。现在围棋是游览古镇时候的一个景点，给游客增加一点乐趣。如果说黑子先走白子会下到哪里，或者白子先走黑子在哪里啊？他在看台中呢有这个奖品哦。现在是白子把这个黑子压住，该黑子走，也可能会变化挺大的。好，咱们这个变化你也受可以像绿轮，我现在都是你翻一个的。办一场比赛，换一身打扮，玩一把穿越，全当和古人隔着棋盘聊天，手谈一局，聊聊时光隧道，谈谈世事沧桑。杨欢是景区的一名演员，能歌善舞，在景区里客串的角色是红袖当炉。古代没有动漫，不能手机自拍，但是围棋可是自古就有，学学围棋才更像传说中才貌双全的女神。围棋比赛很适合在风景区里办，守着一片风景，聊一段趣事。洪江古镇办过中韩职业高手的对抗赛，也不时摆几盘这样的棋。聊不来的人去看其他的风景，聊得来的人手谈一局，莞尔一笑。手谈可以穿越时间，也可以跨越地域，这也是一场对棋赛。黑白敲云碎，竹窗风雪寒，落子知心路，故人爱手谈。2015年，六位来自欧洲的年轻人专程来中国学棋，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欧洲第一批职业围棋手，半年之后准备启程回国。为他们送行的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中各俱乐部的职业棋手。这一波算什么？他们啥也没算，他们对，三十人，那你顶上他们人不够。我发现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自以色列的阿里是这批欧洲棋手中水平不错的一位，在告别赛上他打头阵，现在队友替换了他。阿里和他的中国女朋友围棋记者李朝辉来到研究室。手谈是两个队的集体对话，也是两个人的悄悄话。
当时他说他喜欢我，然后当时我的回答，后来想想也特别尴尬。他说他喜欢我，然后当时我的回答就是我也很喜欢你，然后就这样在一起了。感觉他跟别的欧洲棋手不太一样。She liked me a lot, so we started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that's it, pretty much.欧洲棋手的围棋水平和中国的职业棋手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已经可以展开一场对话。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啊，最后呢是中国围棋美女职业队获得冠军，咱们祝贺一下啊！这里是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棋手们的训练基地，平时除了训练棋艺，组织者马小曼还用各种活动增加女棋手的国学修养。小工艺品是给欧洲棋手的礼物，围棋是给我们共同的礼物。I feel a little bit sad, but also I will get to see my family, some of my friends I haven't seen in a while, so, and I expect to return to China, so it's okay.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围棋可以生长得如此繁盛，没有什么水土不服。捷克小城利贝维茨，2015年7月，这里正在举办第59届欧洲围棋大会，来自全欧洲的围棋爱好者每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在将近2星期的时间里，谈话的唯一主题是围棋。他们操着各种语言，又在讲围棋这一同一种语言。赵宝龙，20岁的天津小伙子，职业2段，他从中国来到奥地利，教当地人下棋、评围棋。你可以在异国他乡找到知音。奥地利围棋爱好者在维也纳闹市中心建造了一个触屏围棋盘，路过的行人都可以点开界面下上棋。And we were thinking about making some kind of concrete go boards like chess boards in parks in Austria. We have chess boards on concrete tables which can be used by the public, but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very hard for people to bring their stones because if they don't know the game, they wouldn't bring stones.就在棋盘边上，楼上就是奥地利围棋协会的活动室。Here, yeah. Busy club. Yeah. Busy street.
It's a busy street. One of our Go players is the owner of this location. We also can make here small tournaments with not too many players. Go board for demonstration games. Is that calligraphy? Is really from the Xiaolin Guangyi, is the Japanese player? Is it I think so, but I'm not sure. But I think these are originals. Yes.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文、日文、韩文的围棋杂志。It is only in Chinese. So Victor can read it, of course, but the other players have just to look at the diagrams. 赵宝龙应欧洲围棋协会的邀请，在维也纳已经教棋半年。在中国国内，职业棋手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海外教棋，可以另辟一片天地。这位老者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教的专业是博弈论，也为政府的养老金政策提供专业咨询。放暑假，他开车从奥地利专程来捷克，在大大小小的比赛里过一把棋瘾。论围棋水平，他的确可以叫赵宝龙老师。I think I lost because of my bad opening. Maybe I can show you how it continued, but it was almost decided. 当然，宝龙也借机向教授请教经济学里的博弈论和棋盘上的博弈有什么相同之处吗？Assume we have some person. 教授讲解的是最基本的价格成本和市场选择。Everybody would go to firm A, which has set a low price. Nobody would buy the product from firm B. Everybody would go to firm A, which has set a low price. 手谈会让下棋的人各有所得。德国柏林。可以见到我们熟悉的雕像，也可以见到我们熟悉的围棋。德国的围棋气氛在欧洲各国中相对最为浓厚，也有一位中国少年在这里教棋。我是李聪，职业三段，来自中国，之前一直在格威红武器道场教棋。德国的有一些围棋棋手特别喜欢下围棋，他们希望能够进步，而且在欧洲这边呢，大家也肯定知道德国的经济是比较好的，他们棋手的基数是比较大的，他们就想提高这个水平，但他们现在呢在欧洲里面属于中等水平。现在有人向我提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课还没有开始。李聪线上线下教棋都用英文，把围棋术语翻译成英文会有另一番解释。I think maybe white didn't see this move. Now white has defense here, and black can cut. Black can do more. 这个围棋里面的一口气，这个气是怎么说的？Liberty 就是有点像自由对。约翰尼斯，柏林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围棋迷。利用暑假和女朋友来捷克下棋，在柏林，李聪就和约翰尼斯住在同一间公寓里。这里就是他的卧室，你看也是挺乱的哈。然后呢，呀，对这个棋墩子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从，台湾或者日本带回来。他之前去过台湾去过一年，我觉得普通围棋爱好者应该不会有这样很大的这种棋墩子，说明他还是挺热爱围棋的。啊，这些就是他得的奖项了，然后大部分来自日本好像，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奖项，像德国柏林的奖，还有德国柏林的那个就是 Parago 算是连棋吧，也是得过奖的。他平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会主动让我去帮他可能选选毛病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可
能会比较困惑，有时候他会问我一些问题，他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他更好提高吧。平时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那样，我并不是像师生那种，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倒挺好的。约翰尼斯正在考虑是否走职业棋手的路。2015年9月，他来中国学棋3个月，手谈让世界变得更小，来自远方的人也让手谈更加有趣，更加丰富多彩。手谈也会让中国棋手看到围棋的另一副面貌。这是一对喜欢围棋的捷克年轻人，捷克姑娘是学设计的大学生，她在欧洲围棋大会上的角色很有趣。赛场外，她摆了这个小画摊儿。顾客可以选一张围棋卡通画印在自己的 T 恤衫上，也可以请姑娘给自己画一张名牌。包括她的男朋友在内，几乎一半棋手都是带着这样的名牌证件参赛的。在这里，从早到晚有下不完的棋，双人赛、三人赛、闪电赛、酒吧马拉松赛、啤酒杯赛，棋迷可以狠狠地过一把棋瘾。男朋友专心下棋，女孩的生意忙不开，需要中场休息。这位4岁的中国小姑娘等了半天，终于轮到自己了。小姑娘是随着父母来到捷克的，很容易找到同龄的小朋友一起下棋。下完棋，专业围棋教练会给小姑娘复盘。小姐，你看这个哪个重要啊？这些子怎么活呀？这片棋怎么活啊？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围棋之家，妈妈随身带着卡通玩具，她说小朋友们喜欢毛茸茸的东西，她还特地发明了毛茸茸的地毯式棋盘棋子，就是想让大人孩子可以像这样在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下雨盘。丈夫除了下棋，还负责组织棋手来一场扑克比赛，换换心情。在隔壁玩牌，母女二人和朋友组成一个3人团队参加联棋比赛。手谈是比赛，也是游戏。围棋的手感是冷冰冰的，也可以是有热度的，让人们的手谈更温暖。韩国首都首尔，长浩九段和游泳世界冠军宁泽涛一起参加中韩青年论坛。这是李克强总理访问韩国期间的一次活动，韩国棋手李昌浩也在座。李昌浩和长浩是赛场上的对手，围棋也是沟通两国青年的桥梁。围棋这样一个运动在中韩两国都比较普及，而且为许多青年人
所喜爱。两国的这种交流的基石在青年，所以也希望能更好地发挥青年的作用，也希望围棋能作为两国友谊的一个桥梁。手谈是比赛，是对弈，手谈也是会谈沟通。2015年夏天，韩国国会议员中的围棋爱好者在北京和中国的政协委员们进行了一次手谈。从前年是第一届，去年呢中方代表团去韩国是第二届，今年呢是第三届，啊，那么以后呢估计是会定期的常年的举办。판상에서는전혀그런게없고요바둑에는여야가없습니다없고또여야간에그편을짜서바둑을뒤에본적도없고요그래서이바둑을가지고는전부다한식구입니다한마음这样的议会和我们的政协这样交流，对中韩的文化交流，它实在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因为这毕竟啊，都是我们叫东方的文明。东方的文化。근데이기후에서만났을때는대단히화목한모습을보이고있어서바둑의효능에대해서내가새삼이느끼고있습니다加强两国的这种传统友好关系，拉紧相互之间的纽带，和在一些国际事务上获得更多的共识，特别是能够产生比较好的社会影响。来推进两国关系往前发展，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交流活动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手谈纵论天下，手谈细品人间。围棋是性格独特的朋友，亲密如爱人挚友，也会冷峻如隐士。皮埃尔会跟这个黑衣隐士一起外出，静静打量外面的世界，用各自的眼睛。